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短片，我是魏维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好玩的免费的游戏，叫做 MMM Fingers， 就是要用你的手指来玩这个游戏哦。这样，我们开始喽，就手放在这个画面上面就好了 ，Hold to play， 就会有好多好多的障碍物，这有点像电流击击棒的感觉啊，不要碰到这个障碍物就对了。手这样子，不要碰到障碍物，手也不能放开。这样我就不小心碰到这障碍物，这样就结束了。那我最好的成绩是953哦。那刚才我一直在讲话，所以我打得很不好，借口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着要做好的成绩哦，出发喽。是蛮刺激的，很简单的游戏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哦，失败，360，我再挑战一次。我要专心玩，我不讲话了。比较细一点的手指应该比较好玩吧。381。专心玩，我要专心玩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小心，小心，这样就是一个很刺激的游戏。我再玩一遍。通过这边，来到这里。惊险！惊险！有时候你要快速通过就对了，像这样。不放弃啊！不放弃啊！再来哦！好像越来越玩越烂了，一开始玩还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今天玩到这边，我最好的成绩是953而已，目前。那推荐给大家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短片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。我是我们下个短片再见，拜。